陈大哥，啊，怎么了？死人！陈大哥，啊，看见楼震没有？楼震，啊，刚才我看见在哪。这个懒驴上磨他十吊过。跑哪儿去了？快跟上！我来了。要分城里了，磨磨蹭蹭都在老娘们儿似的啊！你老求我，我现在跑不了了，用慌了一双筋的。哎，县委陈书记，可是给咱们厂部长下了死命令呢。咱们天黑之前必须要把弹药送到三幺二高地。走，快走，走。刚才咱们走过呀？对呀，怎么又绕回来了啊？楼震，楼震，楼震！哎呀，你喊什么绕？喘一口，快点！哎，咱们该怎么走啊？往南啊！哪边是南呀？现在？ 那边，你怎么知道？战场在南面啊！废话，谁不知道战场在南面？哎，这天都阴下来了，你怎么能看出来啊？你们闻一闻，风是从那边刮过来的，我们闻不到硝烟的味道，所以那边是北，那边是南。哎，好像听着有点道理啊。你们看。 大哥，你带不惯这玩意儿，就带上吧。 陈大哥，咋没动静了？ 一会儿等我过去，你把它慢慢的伸出去，明白不？行，去。
去吧。听动静，解决的差不多了。这儿，好。这。虽然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这位女同志多危险啊！别说了，人家一个女同志，别把人吓着了。常大哥，啊，我得谢谢你救了我一命。怎么了？要不是你送我这钢盔，我头上早俩窟窿了。嗨，这回咱之前队伍可立大功了，还救了个解放军女战士。同志，你是哪儿的？怎么一个人到这儿来了？我叫周玉，是中央野战军宣传队的。奉命前往312高地进行慰问活动。哎，就你一个人？我们一共有5位同志，可是其他的都在半路上牺牲了。常部长，快走吧，312高地等着我们送弹药呢。我也要去312高地。啊？你和我们一起去？同志们都牺牲了，我一定要完成任务。好，快走吧，快走！同志们，同志们！
来312高地进行慰问活动。周宇同志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其余的同志在途中都英勇牺牲了。你一个人？周宇同志，外面危险，赶快进指挥部。不，我一个人也要为大家表演节目。好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你们之前大队的同志送这么多好吃的。对面的敌人可就没这么好的福气了。走，给我出去看看。长官，长官，别误会，兄弟是来投降的。进来吧。走。长官，有吃的吗？我们饿得实在不行了。过去吧。谢谢长官。来。来。真好吃。我们那边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长官们吃肉，我们啃骨头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可惨了，连一粒粮食都没了。那你们还有力气开枪？那一枪我们是朝天上放的，弟兄们说这是告诉共军有人过来投降了。走，去前沿阵地。是。车队员，有事啊？去政治攻心喊话。
蒋军第一吗？蒋家王朝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啊！你们不要再做虚张声势了，赶紧投降吧！你们大多都是被抓壮丁来的，家里的爹娘都在等着你们回家，投降吧！你们看吧，这是什么？白面馒头！你们要不想做饿死鬼的话，就赶快投降吧！还有这个！哎呀，香喷喷的红烧肉，想吃的话就快点过来投降吧！今天是顺风，你们一定闻见香味了吧？他们在跟你们招手呢！快点投降吧！你们喊的全不管用，要想解决问题啊，还得靠他。我说没用吧，人家都开枪了，好心没好报。不，他们这是在告诉咱们，听到了。你没听出来吗？他们这枪啊，是朝天上放的。长官，别开枪，我们是来投降的。再不投降，就饿死了。Thank you.
让我给你打个招呼。啊，去哪儿了？您不对了呗。我去看看我老婆。傅就会，来一个！来一个！傅就会，来一个！傅就会！哎，咱们会长还没来呢，谁指挥啊？就是谁指挥啊？哎呀，那也不能认孬啊，我指挥。我是那个我们村的妇救会主任啊，我叫江天美。你会指挥吗？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？就俩手瞎比划呗。来，妇女同志们啊，咱们沂蒙山小调啊，人人那个预备唱。看咱老婆也干上指挥了。青山那个绿水，阳光好，风吹那个草地。不唱了。你说咱唱的不齐吧，停的倒比他们齐。王三成，你敢笑话我？王三成，你咋不笑了？我不笑了，我惧内。听不懂啥叫惧内啊？惧内就是怕老婆。我王三成怕老婆，行了吧？同志们，思远同志说呀，要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，大家鼓掌好不好？你坐下。我说娄震同志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这是县委大院，你要上厕所你得上的男厕所，你说你老帮人家女厕所跑什么呀？你以为这是你们乡下家里啊？哎，我还以为陈家山书记来了呢，这小子学的太像了。你拿我开玩笑啊你？同志们，我们在淮海战场上打了一个大胜仗，但是我们不要骄傲。这是唐志坚书记的声音，这小子学谁像谁。我们要排除万难，万众一心，绝不给国民党有任何喘息的机会。我们要乘胜追击，痛打落水狗，解放全中国。唐书记，陈书记，真对不起啊，我又出洋相了。乡亲们，刚刚结束的淮海战役，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用60万的兵力消灭了蒋匪军80万的军队。我们的作战部队虽然比敌人少了20万，但是我们有500万的之前大军。所以说，淮海战役的胜利，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做出了贡献的。同志们，革命胜利了，我们有很多同志已经开始想着要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甜美日子了。但是不行啊，同志们，现在还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。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向我们发出了新的号令，要将革命进行到底，要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解放战争的进程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预计，蒋介石匪帮兵败如山倒，我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，挥师南下，大片的国土将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。可是新解放的国土和城市由谁来管理呢？对此，中央在西柏坡召开工作会议，决定要抽出53000名的干部随军南下，华东地区将抽调15000名的干部，
这个任务交给了山东来完成。我再重申一遍，这次从山东抽调的15000名南下干部，必须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兵良将。我们采取自愿报名，最后的人员名单由组织审查之后确定。怎么样？有愿意南下的同志，可以积极的表态。我是王三成，我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，随军南下。向王三成同志学习！向王三成同志学习！王大弟！向江天美同志学习！向江天美同志学习！向江天美同志学习！他分了地，他走了，是种地。三成同志的表现一向很积极啊。江天美同志呢？江天美同志是不是支持啊？唐书记，他在这儿呢。支持，只要是党中央的号召，我都支持。我知道江天美同志一定会支持的。唐书记，我有个要求。说出来听听。我南下，让他在家种地。那不行。怎么不行？你可要小心了，三成进了城，找个洋学生不要你了，是吧？他敢，他要当陈世美，我就当秦香莲，进开封府，找那包公狗头大扎，把他扎了去。我报名，我报名，我报名，我也报名，我报名，报我一个，我报名，你报不报？我报名，你呢？报名。我和你不一样啊，你一个人吃饱了，全家人不饿。我有我自己困难。报名。哎，报名。咱如果不报的话，领导会不会说咱工作不积极啊？哎，怎么回事？你们俩到底报还是不报啊？我老婆怀孕了。你老婆怀孕？你又没怀孕，你有啥不能南下了啊？我老婆怀孕不容易，我是三代单传，我这孩子金贵着呢。我这一南下，你说我能放心的下吗？我看这事儿啊，我还是考虑考虑再说吧。龙振，你决定了吗？县委书记点你名了，你还有地委书记点你名啊？报，我报名，我坚决要去南下。这小子变得挺快的啊！刚才只是请大家表了个态，我们在大门口设立了报名处，明天大家到那儿去领取正式的表格。好，散会。春儿啊，今天早晨啊，娘听见喜鹊叫了。老话说，喜鹊叫贵人到，今天咱家真有好事儿。哎呦，娘，你怎么又在这儿说没影的事儿呢？啥没影的事儿啊？娘，春儿，思远，哥，你看娘说有贵人到了吧？娘，我哪什么贵人啊？我是你儿子。这傻孩子，你看，在娘眼里还有比儿子更金贵的。吃东西呢吧，走走走，进屋进屋。金明，徐文杰，小姐，多大了今年？20岁。上过学吗？上过。上过什么学？高三。好，下一个。你不给我让我来走吗？真没想到啊，这么多人。是啊，不过我三成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坚决响应号召随军南下。哎，唐书记亲自来考核了。那你现在在济南上的大学还没有念完呢？对，我一听到消息就从邹县赶来了。那你是怎么想到放弃了大学的课堂，学知识学文化，到这儿来报名呢？首长，南下不也是学知识的大课堂吗？回答的真好。报名吧，你一定会被批准的。我们南下的干部队伍中啊，需要你这种年轻有文化的同志。谢谢首长。瞧他那副神气劲儿，一看就是肩不能扛、手不能提的料。不就是多喝几瓶墨水吗？有啥了不起的？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瞧不起读书人啊？有你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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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你
怎么没找着我呀、啊？你俩不在那儿呢吗？你在那儿，在那儿。我王三成上榜了。干嘛？这这这这这。不是，你也上榜了，看着没有？啊，撞了！你怎么不高兴了？哟，谁不高兴？谁不高兴了？这事儿能不高兴吗？不高兴的人在那儿呢。哎，他为啥不高兴啊？榜上无名呗。不会吧？哎，徐先生，哟，走了。哟，这不大学生吗？怎么没被批准啊？啊，哈哈，怎么可能不被批准？那你为什么走得这么快啊？我大学同学等着为我践行呢。拜拜。呀，拜拜什么拜？我又不是菩萨。说我呢？我看呀、啊，他鼻子里插大葱，装相。我去看看思远。上南方去，在那，在那，上哪？我说兄弟，你怎么会没被批准呢？啊？思远，有什么心里话，直说。唐书记。我明白你的心思。这次组织上没有批准你，主要是考虑你的家人，我们担心你随着南下的干部队伍一走，没人照顾他们，怎么办呢？坐，坐下。还是想南下吧？你跟我干了那么长时间的通信员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了解。可是我……可是，你确实是想跟着队伍南下。那你的家人怎么办呢？我理解你的心情。这样吧，既然你的态度这么坚决，那组织上再重新研究一下，有了结果告诉你，行吗？是。报告。进来。唐书记，我又带来了一位被批准的南下干部。是谁啊？进来吧。唐书记，周玉前来报道。你怎么也报名去南下了？不是说你回部队上了吗？啊，本来是要回部队的，后来半路接到团部的紧急命令，让我马上过来报道。啊。也许快要打大仗了，野战军的好多女同志都转移到地方上来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当家的，吃饭了。哎呀，我还哪有心思吃饭？再不吃饭就凉了。凉就凉了呗。当家的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也不能不吃饭呀，嗯。有了，有主意了。吃饭，吃饭。来来来，思远，组织上批准你南下了。真的？唐书记让我亲口告诉你，说这就是正规的组织程序。这个拿回去看看，怎么样？这下可以放心了吧？啊，放心了，我终于可以和大家一起南下了。思远啊。我真是不知道该说你什么才好。我又怎么了？哎，你可真有本事啊！本来榜上无名的你，也不知道在唐书记那儿说了些什么，唐书记居然被你说动了。哎，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们四个人啊，又能一起南下了。什么四个人啊？楼镇去不成了？他怎么了？他的脚被砸伤，连路都走不了了。你说怎么那么巧啊？偏偏这个时候脚给砸伤了。这小子是不是故意不想去？叫我看呢，这其中一定有鬼，保不准这小子是装出来的。
他媳妇刚怀孕，你想想，他能愿意去吗？陈书记，到了那儿你别管，我炸着他。哎，三成，陈书记面前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喜欢三成这种性格，有啥就说啥嘛。啊，一妹，在忙着呢。罗振在家吗？陈书记跟常部长来看他了。怎么样，保不准真让我给说着了。去，别胡说。走。哎呀，这快请进，快请进！看这儿脏的，这正支持他南下呢。这晚上上茅房啊，他让石头把脚给砸了。啊，快进来吧。哎，罗振。哎呦，都来了。哎，陈书记啊。常部长，坐下吧，坐下吧，别动了，别动。你看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还麻烦领导。哎呀，怎么好好的，不小心就把脚给砸了呢？哎呀，别提了，你看。哎呀，都怪他不小心，这脚面子都黑了，也不知道骨头断了吗？哎呀，真的假的？哎哎哎，开不得玩笑，开不得玩笑。哎呀，哎，脚砸了就不能南下了？脚砸坏了就不能南下了？没事儿，轻伤不下火线。你脚伤了怎么南下呀？南下可是全要靠一双脚步行的。不能南下，就安心的留在县里工作吧，这边的工作也同样重要。有一大批同志啊，都被抽调南下了，留下的同志呢，工作担得更重。刘振，你对以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？也没啥，就是陈书记、常部长。我这工作岗位是不是能调一调？我不太适合做民政，整天跟老百姓打交道，我这耐心不行。哎，不好了，柴火垛着火了！着火了！着火了！别把房子给我引着了呀！好了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我。这一把火就让你现了原形了吧，常部长，陈书记，娄震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这不是给咱县里丢人吗？你不想去可以不报名，可是报了名，你又在这里装病，你这不是耍组织吗？陈书记，常部长，不是他不想去，是我不想让他去。我这刚怀了他的孩子，他这要一走。我一个女人家怎么办呀？是我的错，不是他的错啊，不是他的错！你个败家娘们儿，娄震同志，你不用南下了，我们走吧。陈书记，常部长，晚了，别叫了啊！都怨你，傻小子，一辈子待在山沟里有啥意思？到外面见见世面，开开洋荤多好！你哥是在帮你。行了，你这事儿你怨不了三成，要怪就怪你自己。这事儿你瞒得了今天，你瞒得了明天，瞒得了后天吗？你小子好好想想吧。唐书记，这是我的检讨。我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，批准我南下。你的检讨应该交到你们县委书记陈家善同志那儿去。陈书记说了，让我再向您检讨一次。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？我不该装病。出去！这检讨我不要。唐书记，我装病了，我错了。你以为你不检讨，我就不知道你装病啊？我是让你想明白，你为什么会犯这样一个错误。娄震同志，做人要老实。你不想南下可以，只要你理由正当，组织上会认真考虑的。可是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啊？你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脸红吗？我错了，我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培养，经不起风浪的考验，我犯了不老实的错误。唐书记，您就给我个机会，让我改正我的错误吧。你回去吧。至于南下的事情，
等祖上研究决定之后再说。不，我坚决要求南下。你老婆不是怀孕了吗？你好像还是个三代单传，对不对？实事求是吗？你还是有一些具体情况的。不不不，很多同志都有困难，但是为了南下，都你争我抢的去。就我，假装把脚砸坏了。唐书记，我已经无地自容了。你这个同志啊，行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等祖上决定之后，会通知你。等等，告诉你们陈书记，已经定下来的南下的同志，下月初一到党校报到。这带上。这，哎，怎么衣服擦呀？什么也没呛，金贵。这也带上。这个就不带了。带上吧，出门在外的。这在家里啊，横草不树的，出去了没比你积极的，也不到外边，什么勾着你？外边有女人呗，难不成守着你这个黄脸婆一辈子有啥意思？这回到了大城市，怎么着也得找一个腰细一点。再说一句，你再说，你干啥呀？你再说一句啊！再说，吓着孩子别。起来。王三成，出去了，把你眼珠子管紧点啊！不管什么女人，你都不许看，听见没？这隔着山隔着水，你怎么知道我不看呢？你还说是不是？行了行了行了，不看不看，我把眼珠子放家里，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把手拿来。干什么呀？让你拿过来就拿过来。这是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啊！这是我嫁给你的时候扎的红头绳，我要把它拴你胳膊上，拴住你，拴你一辈子，到哪儿你都跑不了。别总拿自己当老爷们儿，不能干的活儿就让别人干。那我就走了。好，春儿，照顾好娘。
说去哪儿？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，铁路、公路、这还没说交通将要。你说这南下吧？别说话。解放军驻驻兵团的作战，这毛巾肥皂你都点清楚了？36块，一块也不少。放心吧，同志。大婶找谁呀？我想找个人，有个叫陈家善的，你们认识不？哎，咱们中队长。他是我们中队长，您找他有事儿啊？您是他母亲吧？他家里。什么？哎，大婶，那您跟我们来吧。嗯，走吧。我们党自建立以来，工作中心始终是在农村。现在我们胜利了，我们的工作重点即将从农村转向城市。这种转移不单单是一个工作环境的变化，而是需要要求。队长，钟队长，你母亲找你。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是钟队长的老婆，周玉，咱们把东西放宿舍去吧。大姐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兄弟，你咋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？你不像要俺娘们了？我没有不打招呼啊，我托人捎信儿回去给你们了。就一大家子的人家，你走了，我们该咋办呢？你这就跟我回去吧啊！散会，大家先散了吧。哎，这是唐书记吧？哎呀，唐书记，求求你了，放他跟我回去吧啊！你赶快走吧，嫂子，你赶快出去，嫂子，出去吧，有啥事儿？当着你个大面告诉我，你回不回啊？哎呀，你出去说吧，咱出去说。唐书记，求求你了，唐书记。跟我回去吧啊！唐书记，我没想到他能跑到这儿来闹。我再三问你，家属的工作做通了没有？你不是告诉我做通了吗？唐书记，你不知道他这个人不透气儿，我要当面告诉他，我就走不了了。身为领导，这事情弄成这样子，这影响多不好。这样，你马上去做工作，做得通最好。如果做不通，我们要另做打算。哎呀，常部长，思远，你们给我评评这个理儿，有他这样的人吗？我8岁就到他们家，那时候啊，他才2岁，我成天背着他，抱着他，一个小罐儿，成天叫他尿的到处是花花，没有我。哪有他陈家善呢？我包大了他，给他生了2儿1女的。那大的要是活下来呀，现在都快说媳妇儿了。他现在长大了，嫌我老了，不想要我了，临走啊，连个招呼都不打。看什么看？都别围着，快走快走。嫂子，您就是再受委屈，也不能当着大家的面跟他闹啊！你让他下不来台，他就更不想回家了。嫂子，一会儿就开饭了，你呀和大家一起吃，晚上呢就先住下，等钟队长回来以后啊，你们再好好聊聊，啊。钟队长，宿舍给您收拾出来了，您就过去歇了吧。你说你们，谁让你们把他留在这儿住的？我不去。钟队长，嫂子都找来了，你老这么躲着不见也不是办法呀。你还是去和他好好谈谈吧。谈什么谈？他要是能透气儿，烧火棍都能吹火了。楼振，今天晚上我在你这儿挤一挤，明天一早啊，麻烦你给我把他送走。他大老远找这儿来，能轻易回去吗？您还是过去跟他好好说说话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您孩子他娘啊。
他只会巴望你好，不会巴望你坏的。他要不走，继续闹下去，那不是更不好吗？我看呐，索性把我家那口子叫来，让他来劝劝，能管用吗？还是把天美嫂子叫来吧，她毕竟是村妇救会的主任呢。你这个嫂子真是麻烦呢。队长，你给我个假，我马上回家把江天美提溜来。好，你去吧。是。兄弟，回来了。喏，知道你离不了燕儿，这是我在家里啊给你搓下的新燕叶子。用不着，你放着吧。这是我做的新褂子，秋里啊下了新棉花，从纺线到织布到做成新褂子，都是我一个人做的。来，试试看，合适不？哎呀，用不着。队里都有发新衣服的，你先放着吧。大姐，明天一早你还是带着孩子先回去吧。我不，要走你和我一块儿走。你咋一点道理都不懂呢？是组织上安排我南下的。我到县上打听过了，原先派的不是你，是你自己要求去的。就算是我自己要求去的，那我也没有错呀。你为啥报名？当我不知道啊？你就是不想回去跟我过日子。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现在是个公家人，身不由己啊。你跑到这儿来闹，臭了我的名声，我以后更不能回这个家了。大姐，你对我们家劳苦功高，这我都记在心里。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不让我出来工作吧？在线上的时候你就不回家，要是走远了你就更不回来了。你要走，我就带着孩子跟着你。不行，组织上有纪律，明天你必须走。我不，你要是赶我走，我就死在你面前。你这么说，是吧？那好，我走。我出了这个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见你，死活你自己定。兄弟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。你放手。不，你答应我，我再放手。你先放手，咱们再商量啊。我不，兄弟啊，你真的不能走。你要是走了，我和孩子怎么办呢？你可也不看着我的脸，可是你在想着两个孩子是吧？啊！怎么样？谈判进行的不顺利吧？是不是遭到了人家顽强的阻击啊？唐书记，其实这事儿跟他同意不同意没关系。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上级一再强调，要想方设法做通干部家属的工作。让他同意，恐怕我现在还在家里种地呢。我知道这件事儿给组织上添麻烦了。这个事情啊，不怪你。但是也不怪人家，这是历史造成的。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人家这么多年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又有了两个孩子，你得为人家母子负责任，懂吗？我负责啊，我没说不跟他过呀。唐书记，
你问问我身边的同志，他们都知道，自打我参加工作，每次都是把有限的津贴全托人捎给他了。可是无论我怎么做，他就是对我不放心。那你说现在这个情况，咋办？我送他走。你行了，你让人家走，就你这样，你能把人送走？我不管，反正他走也得走，不走也得走。行了，这事儿不能再闹了，再这么闹下去，影响更坏。这样吧，你先回避一下，我试着跟他谈谈。弟妹啊！哎呦，唐书记来了。洗衣服呢，弟妹。啊。啊。是不是找康让他爹的呀？他呀，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说是有工作。啊。你以后不用再给他洗衣服了，他现在有勤务员，那勤务员可以照顾嘉善的生活。别人洗的呀，不如我洗的。我洗的衣服，他穿着舒服。弟妹啊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唐书记呀，你不是劝我回去吧？啊，我跟你说呀，除非呀他跟我一块儿回去。弟妹啊，你知不知道上级已经下了命令，调陈嘉善同志南下。这个时候他如果擅自离队，那是犯纪律的，那是逃兵行为。他就是不当官了，我也得叫他回去。弟妹，那你想过没有，怎么才能把他叫回去呢？他要是不回去啊，我就一直跟着他。弟妹，有几句话，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说吧。我知道，你对嘉善同志这一家有贡献，应该说劳苦功高。所以你现在担心嘉善同志这一走，再就不回来了，你怕他们把你扔了，是不是？是啊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？你这样不顾他的脸面站出来跟他闹，这样只能会把他从你身边逼得越来越远。他即便是人跟你回去了，心也回不去啊。只要他人回去了就行，我对他和家里有那么大的贡献。贡献这个事儿，是应该他记着，不应该挂在你的嘴上。他现在到处跟人说，你对他们家有功劳，可是你却跟人说，他欠着你的情。你让他在外边，这脸往哪儿搁呀？我不管，只要他回去就行。弟妹，你真以为你能把陈嘉善拖回去啊？这个事儿这么继续下去，只能是越闹越僵。听大哥句话，带上孩子，回吧，啊？行，那我带着孩子跟你们一块走。那哪行啊？上级是不允许带家属的。我这个家属啊，不需要你们带着，我就是领着孩子啊跟着你们，你们走到哪儿，我们就跟到哪儿。啊，我们也不吃你们的，不喝你们的，我们要着饭跟着行吧？你们忙你们的工作，我们不碍事儿不就行了吗？这像什么话吗？那唐书记，你就别劝了。